发的都是老朋友咯，平常时家庭老板那个我都会来，所以我首先来说说社团领袖，各位领导机会大家经常碰到，刚才还商量。我刚刚听上来了，大家特别照顾哈，这里这两家国家在办茶会哦，阿华阿硕。爱国的是真吼，啊，加上查甫的团体内底吼，你本质来讲应该是真威严的团体吼。哦，看来吼，人有够侪啦，啊，本来就想讲，即不能平吼，真侪来啦，足侪啦。啊，无想到讲讲不能来，就比真来侪。啊，咱慢慢统计吼，即个。两个团体的歌迷的哈，平均可不能当平常的。啊，五月天歌迷不能平均平常的，所以五月天的歌迷哈，他平均哈，下个月他不会哈，我都蛮看好五月天的哈，我来听五月天。哎呀，五月天的哈，用音乐哈，啊，可不能当唱的这个。啊，歌谣区哈，市民去听公布的哦，差不多将17,000左右。大家听哦，都来有到17,000，啊，18,000哦，啊，这个，啊，我讲的哦，基本就是两市啊，我感觉。哦，这个当然，我们这边哈，大家也明白哈，也是刚好啊。啊，这里因听的演唱会啊，基本就是两市啊，刚好公布。在这个数据呢，咱就是拢用大数据啦，拢用人工智慧来统计。现代人顶个拢长手机啊，啊，最近在你手机啊，你是为大家大，为大众大，有对人我拢知。啊，我伫遐有拄着五个啦，啊，后迄个印尼啦、菲律宾啦、香港啦、大陆啦，哦，有够侪人来参加。我看当然啊，那是。其他的国家出来差不多300-400，所以阿你个成年差不多八百到900是外国人来咱国听演唱会，全部阿你吼8,000+个人跨咱四亿人台湾有史以来的记录，好，那你8,000+个人全部输上了，好，8,000+个人。输三万米，好，五月天一场上万米的哈，拢总400,000贵。那五月天的歌迷哈，因为五月天的歌迷拢大部分在这里，好，阿你拢你来去听，好，阿大家大部分人，所以大家拢在爱乐队。阿你五月天一场上最上最四万米，但是咱看8,000+的粉丝会，因准五月天那里面呢，阿咱看。所以你若去看吼，你前面拢在行，慢慢来行，慢慢来行。啊，要去楼梯的小巴达，吼，啊，接驳车40架快一点，吼，啊，咱来看，咱来统计，你那个即时的数据，咱来看，你去隔壁站几页，啊，去去站几页，啊，去哪个老站几页，吼，啊，去站局线的几多页，咱拢知，即时都知。所以咱咧接驳车咧排的时阵吼，咱两边看看看。啊！你即摆去检查，啊！即摆去过地轨市场，你就车要排。啊！一轮，啊！你市场来，啊！你走，你轮卡少一点。所以你买卖吼，啊！你接驳车，啊！你即摊，这个安尼吼，你备好你就能站起来。啊！这里，咱这边做时间不能做智慧投资啊。哦，咱用电脑用计时啊。啊，有咱的交通的智能中心哦，装好拢在数据架构。啊！所以讲，我团队有啥物要来做？大家应该想，哎，阿都来做哦，都是有当官人者。其实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啦。好，咱场地专单有上万，好，到礼拜就来礼拜公布的啦，拢总50,000人，50,000人来在这上，好，阿都安尼，阿场地，阿为啥物场地还要紧？那是天团，大团的，
即款来吼，唔是讲来出乖啥，迄几个舞台，电灯，啊家己啊，换舞工作人员，我讲一个心得啊，啊，你卖去讲广播生啊，一千，就伫啊咧分机顶啊咧分票咧，啊伊啊吼指挥吼，迄个电工作人员一千，哦，啊所以这个演唱会咧卖吼，我也是大工程，哦。啊，你做几几年？哦，这团队有当时在阿青，也做几了几年？哦，啊，来来去，哦，艰难去，所以场地是一个重要的。第二点就是交通交通，哦，因为人来，咱来交通，我来咱来听看卖，我阿来只有五九百人过来，哦，所以你去到看到讲有人咧一两万，其他人一个班，啊，两千个也有规模。哦，不能量化今天两千个人会刷到三千，啊，咱做有只翠华路、军校路，哦，恁恁在华路，拢来，哦，啊，捷运路啊，过秋花，哦，迄蛮来哦，即摆我知我来做，哦，有市场做啊，真。啊，第三，啊，市场有关系。有啥物啊？市场有关系，唔是讲市场太大，市场会太大。你买演唱会，你有诶，你去内底唱到欢喜个吼，你啊听到欢喜个，啊，市场里啊是咧体指挥交通诶，就是看遐高诶。好，啊，我就是去甲只听，互你看下，伊啊即来拉手吼，就是相对较高了吼。市场亲身咧指挥交通，啊，安尼有放心吗？啊，所以这个过来啊，啊，佫有迄个 cross story 啊，你咱咱这个啊，这个蔡国建董事长啊，啊，咱陈理事长啊，咱建筑公司工会咱的陈理事长啊，咱的咱叫张总 cross story 都念较侪啦啊，迄个朋友，伊那朋友就是啦，我讲 cross story 都袂来，你看 cross story 说我了文化肯定嘛，我们阿 cross story 都袂来，你来看看。伊讲，我嘛无知，我那边来听讲，啊，迄个，即个无法叫做关键字，迄个台语吼，咱个迄个对话，拢伫啊这边来讲，讲拢是中国，哎，人家团队文化那边，啊，即个巨大的啊，国际市场啊，啊，无问题啊，你公司你都当做做讲这个国际土地啊，安尼啊吼，啊，你看这团队怎么参加讲咱国际活动这边吼，啊。好，迄、那个电视剧，吼、哦，在刷了吼，又嘛钱啊，因为咱开个开个头头店都有得出，吼、哦，物件咧，吼，像咱咧做做啥，一礼拜一个月生意物件咧，迄个爱加卖卖咧，吼，加加手手工两对也加卖卖咧，啊，这个咱咧演唱会有经济，所以放在咱咧时间我咧准备吼，啊，咱咧同仁多心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大家做伙啊，啊，搞起个这个演唱会场地，好贵个钱，啊，好巨大，啊，好设计成本，啊，够大，还场地那个户外安尼啊，空间都够水的，哦，啊呢，一间咱就是嘛，啊呢，够够省的哦。咱上济上济，你今年年初时阵，拢做够了三个场地，五月份阿呢，加大。三间这个办公室，哦，安尼搞嘛，咱那差不多赚十万人，一工做伙开演唱会安尼吼，咱安尼个东西，咱来搞吼，大家来共同做一下。啊，基本讲吼，不同两个方面还可以提吼，啊，这是啥？这个是安尼讲，那就卖吼，人进来，货出去，高手发大财，对吧？啊，那那那你啊。啊！我无无啥个，其他关系我可能较低调，因为尴尬。就你讲到其他关系啊，你问啊，我下日咧结婚时啊，说啥个？我下日袂使讲哦。即咱下日咧婚礼哦，咱咧无门缺哦。啊，但是无遐个。哦，你看我做这几天的时阵嘛，咱个东西智慧城市嘛，我这几天有哪块点个？迄个讲，迄个相机上方个，就是几个点个。但是咱去问，咱就打到第一，今年嘛个第一，智慧城市，哦，安尼就对啦。
那个，
論語談，啊咧談到做事情方面有啲教導嘅，係冇，啊教導之中，啊即係兩種文化嚟嘅，即係兩種文化嚟嘅，哦，啊咧跟住啊咧教導嘅正事嚟嘅，啊所以當即係有面對嘅，啊咱專家話，啊咧大家大多相信，咁啊做嘢大家都做嘢就好叻做嘅，哦，啊。但是城市竞争力的调查，不然我不要你了。啊，大概这样，我们就不要你那个看民调，大概还有包括对民调啊，包括竞争力调查，那么那么做一些微啊，啊，大家肯定得，啊，肯定得赔你。啊，他是很了解的嘛，啊，很了解，他看民调，他的点点跑，他这来着，啊，啊。大家讲，咱即卖伊咧销售同个会议，同个企业和企业和，啊，阿股民啊，经营和调和，阿个股业和调配整合，所以股民是就冇那个只思维水，对面的水到调动的水，那是优势未来的一个超越性发展，你起码啊，那看你发展的能力啊，啊，这东西咱做在咱三个联六啊，大概咱几年来这个大，啊，阿个税收就看这里。啊，招商，那个企业在这里差不多大概大概哦，这个拿起来卖，那年货啊，那个金融股股债，哇啦，股债那个乖乖的也行啊，这起码是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觉得不要那一点很差，而且贵点货，贵点啊，我讲是某个股债啊，那个做啥？那个卖一点是一点钱，一点差，好，啊，那就是说。哦，你看，你以为这个亿万大亨啊，哦，几亿万，啊，你资本支出哦，我比你做还对，啊，这一单还可以连续保持正电视啊，啊，我来讲啊，我讲啊，钱，然后对方会包装他这里，那当然了，对方当然包装了，对不对？要去自己的，然后跟这个做意思的呀，啊，那个搞媒体特多的，啊，那个做钱啊，那个搞做钱啊，那个搞的很好的呀。他们那个出钱，当然我们干脆走得好啊。那个大家出钱，所以咱过年前吼，民间来包租咱的公共电器，本来正块钱，七八块的，前年七八块的，第二年得到七八三八的啊。你看我那个车位都没，那是七八的，前年的，啊，啊我来做几天就是刚刚好的，前年四的。做个男生的话，这个话不啥意思。啊，今年电器高楼，转世界俄乌战争，电器高楼，但是我现在那几年哦，都九九都九十八了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就啊，对我们节目到处提，哦，啊，咱得用咱大大广播来来说，哦，啊，看看那个哦，关于啊，从哦，关于他俄乌啊，大概没有人家导出，哦，所以还是变交换个概念，哦，还得规定大道理，哦，像这个问题，咱也比较好。这个啊，对咱们这个物价哦，啊，所以大家这边来说，我请我到你家来找人，微博上啦，你看到了老乡开始用那个蓝的，你讲起，那个蓝银库哦，你看到了，还记得那个爷爷那个话的，哦，啊，代表那个爷爷搞红砖厂，特别爱搞红砖的，这边都在工作上很多事情，你看他记得那新新话的，哦，啊，每年还是搞红砖，还是被人抓到的。他今天呢，两岸里面呢，两岸这个情况呢，这个从之前就来了，哦，就卖了，你还要吗？哦，那几千块钱你买个几千两百的也是，他今天这个情况，前几年就来了，你前几年买，前几年买，啊，所以啊，这边的购物团就没意义，我说我这边我干活，我干这活，哦，啊，看一下，大家全家大家发了。现在那个也就是说，哦，阿能转到三亚，就慢慢在做经营转型，哦，啊，建筑其实我们成立经营学院，阿在培养在人才，碳盘查、碳交易、减碳负碳，对对对，哦，对，最近正在做的，哦，阿我企业我的改变的很凶，哦，阿我的大的周围面，啊，对吧？太多，哦，啊，未来个上班的时间，哦，阿能的我呢，那个技术谁谁的，哦，啊。那个说，这个国家电器东西呢，在想我们在喜欢啊，但是又不能做对，啊，我们有些方面呢，啊，
我嘛刚刚讲讲我啊，我打的那那打，所以包括那个社区关怀村里，我那个伙伴的球，阿那呢，包括的困难时代，基本上就刚刚就打的，阿那的心情相当在我们那个在地方呢，基本上伙伴时代，啊，一活中啊，一直上到先啊，那基本上高点你得拿转头打的，哎，我得把手的。你唔好睇我咁睇，啊，當然會想啲歪嘅問題，我之前都諗嘅，啊，但係我諗真係唔想要我打嘅嘢，其他啲打過，所以唔想解決呢個定嘅問題，我想解決嘅，啊，即係呢個真係比較歪嘅，啊，而家我始終我哋負責，我哋點樣解決啊？啊，所以在剛才我在想，我在在希望啊，民間嘅力量跟我們這個城市一起茁壯成長。所以我们爱代表刚起步啊，那时候的时候来邀请刚想好他们的整理市场啊，说现在大概过半年左右，我们的店啊，做的那个商量价是放多少啊，那个得是时间啊，啊，我们到达上到处啊，那个整理市场啊，这些路跟包括那个要实现路啊，那个那些事情啊，那个那结果啊，啊，今天刚才他们在这个路啊，说不出的。啊，这个感动了啊！能够跟这座伟大的城市一起努力，啊，这个是我一辈子的骄傲跟荣幸啊！大家来来跟智慧啊，所以你看一下，大家吃啊，都是刚才啊，都是来吃那个啊，满足一切的粮食的，刚才。谢谢我们，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好。来，请我们第二排的那个，从我们把手举抬举高一点，那其他的社团领袖，请帮我们把那个手册。放到我们胸前嘛，然后面向我们。那个信封要打开啊，信封要打开。谢谢你们哦，幸福高兴。